哦，啊，我们这个地母是无极天的无形的，就是地母是，你看他们走到哪，地母都踩着地球，嗯，那是宇宙之母啊。那跟那个无极老母呢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那不一样，那无极老母又是什么？那个我就不清楚。哎，地母就是连连就是这样，它无形的有地下有地母，上有天父了。天父啊，啊天父，我们一般道教在拜有天父，基督教有天父啊，基督教也有天父啊，只是信仰拜的方法不一样而已。那我们道教的天父就是玉堂大帝喽，无极天父，无极天父，我们楼上有无极天父，天父连还可以上去看。哦，是无极天父，上有天父，让我们的本宫的那个供应啊，不是指地母，专用哦，天父地母，天父地母。那你们这里的那个地母原始尊是哪一尊？最小的，最小那个小厨，那个橱柜里面前面最小的，那个最原始的。就是近两个他们一转移过来这边，那是就那种，那个最原始的，啊，大的那个后来还在雕的。你一般走到那里庙，最原始的已经是超小小的，一尊才超一尺一尺多。有的庙甚至是没有形，像那个。像以前在苗栗那边有一个那个五谷宫啊，它最开始只有一块石头。宝贝，哦，你要带米的，你要带一辈子，你的姓名出生年月日，而且地母娘是你到保身。你又小，带了一堆东西，你不可能那个。哎呀，爸爸妈妈的姓名都是能够精简抱在身上。而且他们就是主要就是想说，如果爸爸妈妈的话，也是要两个人的资料都报。对，所以那个然后要拿几个就报几个。哎，对，你说一个就两个嘛，啊就报一个辈就。像比如说在台湾有一种。如果现在是在那个，就是到户籍地，那是我觉得非常。现在住的地方不知道。那个就是一块石，可是就像在人工庙一样，对，现在住在哪里？然后在山里有时候住到一家，有时候要回家。啊，经常看住在哪里？哎，常常住的地方。你方便让我照一下最原始的那尊吗？因为我看不到。不能照，你外面你站在外面这边照可以，里面要进去照。哦，不行照。对对对，那边你在拜那里，不能进去照，了解。